Vibes 分享180123 Candy Pop Showcase 福冈场顺利结束，下一站广岛。22日晚 ，Twice 日本官推更新 Twice Showcase Live Tour 2018 Candy Pop 福冈。Twice 的首次福冈，在大家的热情应援下，忘记了寒冷。Once 喜欢你。Once 的各位，今天过得开心吗？首次福冈，一生的回忆。明天是广岛，让我们相约广岛吧。Izoo 新闻180123 Izoo 获首尔歌谣大赏本场和韩流特别赏投票一位。爱豆西门逊截止至韩国时间23日，在艾丽的一致努力下，Izoo 一举拿下本场和韩流特别赏头条一位。本次 Izoo 入围本场人气赏及韩流特别赏三个项目，其中本场投票占比30%，而人气赏及韩流特别赏100%由投票决定。Izoo 在最后关头以本赏2405%和韩流特别赏48.80%的投票比率拿下两项投票一位。再次粗卡 Izoo。 文 Galler 图微博。Izoo 韩语日语 XO。Wave SM Entertainment 于2012年4月8日推出的韩国男子组合 Izoo 组合，分成韩国分队 Izoo K 和中国分队 Izoo M K， 代表 Korean 韩语， M 代表 Mandarin 普通话。2016年10月31日，Izoo 的三人子团体小分队 Izoo CBX 正式出道。Izoo 为银河系以外的行星 Exoplanets 依词中得来，寓意这个团体是从未知星球来的新星，分别在韩国和中国展开活动，并逐步进军全球。Izoo 出道至今，已经在亚洲地区累积相当高的人气，并先后在中、日、韩等地获得多个音乐大赏及人气大奖。2013年 ，Izoo 凭著首张正规专辑《Thousand Kiss》和《Pop》突破100万张唱片销售量。该专辑同时成为自12年来韩国的最高销售专辑记录。2016年5月6日 ，Izoo Overdose 韩文版 MV YouTube 点击量破亿。Izoo 也成为第三个 MV 点击量破亿的韩国男团。